暑假带娃哪里玩？海南三亚水上漂呀！没错，这不，本着男人永远是少年的原则，咱第八期象牙山爱豆团又回到了大三亚，与哥哥们来了场狮身。我的意思是水上相遇。要说当天莹莹子我刚到现场，这画面就，哎，真不知道该咋形容，你们自己看吧。来，五、六、七、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等等我。同样是竹竿，你瞅人小姐姐跳的那是深情如燕，再看看咱几位哥哥。宝哥吧，因为我更喜欢他。哎呀，我说小姐姐您这么实诚，其他哥哥可是会伤心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录制到了第八期，哥哥们默契度让咱们充分见识到的同时，这相亲相爱的劲头更是越发浓烈。面对满山遍野的蚊子，人家共用花露水，这地方蚊子叮完之后它在里面烂，知道不？对，它在里面烂。我这色可招蚊子，O 型血，我这个都不招蚊子，带刮的，你看，打刮的呀？啊，抓鱼呀，抓鸭，抓鸭子刮的。2000 years later。浸湿的烦恼，人家公开沐浴。动手啊，干啥呢？强人所难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你就蹲里得了。直接蹲里就。哎，哎，我以蹲里边不好拉的吗？我以为咋冲的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没事啊。我肚子不行了。喝吧，我的小肚子，小肚子，你快吃了，给妈给我喝点。哎，别叫脑袋！啊，别叫脑袋呀！我叫你后背，谁叫脑袋？干啥呢？都怀疑人呢。哎呀，我说哥哥们呐，你们就这么公开的洗上了？这真的是莹莹子俺的一众小伙伴可以看的吗？那竹竿也跳了，鸭也抓了，海也下了。正当我和摄像大哥准备下班时，他说咋猴岛猴子下班了？我期待一天呀，看猴没看着个猴啊？下班了。哎。蚊子大老大了，这么大，真叮咬。哎，得，猴子也看到了，三亚行完美收官。我是莹莹子，下一站东北大沈阳，咱们继续愉快的玩起来呀。